作非常的快，好像手腕一闪。打球，林丹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在吊球的时候啊，他往往呢这个击球点高是比较快，啊，吊的比一般人闪得快。进来，6-7。哎，林丹要是连续得三分。7-0。挑高球。啊，这就是往前控制对手。江苏队是男团，湖南队是女单，龚志超，江苏队是葛飞顾俊夫妻，啊，葛飞孙俊，啊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现在双方就湖南和江苏各有两块金牌了。所以究竟是湖南队将得到第三块金牌呢，还是解放军队得到一块金牌？吃掉，刷直线。8-7。双方都是斗往前，斗得相当漂亮。好，这个现在，现在罗毅刚发球，高远球到底线。出现了荷兰公开赛和德国公开赛的冠军罗毅刚呢，在98年的时候也获得了世界8-10。第二局呢，他的领先主要原因啊，是他攻势呢比第一局明显加强了，周期变化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球领先7-8分，一会儿连着输4-5个啊，过去打得很好的球反而打不到了，这都是跟当时此时的状况有关。林丹发球，这个是不应该的。这是出界了，连续出界距离很大，这说明呢就准确性稳定性还不够。扳回了这个发球权，界外球。这是第二局的比赛，第一局比赛呢，林丹是15-10获得先胜。好球，这个质量非常高，漂亮，这个假动作看得像一个推后场，然后呢手腕呢轻轻的一抖，实际上呢是一个进网的短球。漂亮，后掌杀一，姐妹，这么一个特点。
球质量非常差的这个网的边缘而落到罗毅刚的场地的，这样在挑高球的时候，这个13-14。林丹明显的多一些，这说明还不够成熟。当然罗毅刚就以15-13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。现在双方决胜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都是在放网控制对手。这个球是出界的争夺战。现在是打到了决胜局。漂亮，这个球那和罗毅中呢是齐拍得胜，领先得一分。又是一场比赛呢，林丹的这个后场高高跃起的扣到1.76米，但是从那个能力上来说呢，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杀伤力。3-0领先，这跟第二局的情况是一样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罗毅刚发球。啊，往前球发球抢攻，头顶杀，机会，漂亮！啊，这个落后，最后反而以5-3领先。啊，第三局又是上来0-3落后。啊，双方在对拉。你看这种球的失误呢，就非常，这是我国的一个非常有希望的选手啊，也是个接班的运动员。放网发球了，接班杀，保存是不太规律啊，故意呢，啊，把这球打得稍微快了一点，而且这羽毛球大家知道，它要经过一个，杀，三，现在3-3，这个假动作打了一个林丹，本来是想跑到右路，结果罗毅刚是出其不意的放了一个左路的球，漂亮！好的，这个动作做得漂亮，杀，再来。在第二局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林丹呢是把比分追成了7-7。哎呀，这个无谓的失误，5-3，漂亮！啊，这也是林丹大的一个压，上，接班。刚现在羽毛球比赛的第五块金牌即将产生，就是男子单打的金牌。林丹是一上来3-0领先，现在罗毅刚呢在现在换发球4-7。放网，双方都在控制对手，接班，漂亮，突击，各得2枚金牌。接下来第五块金牌是由湖南的罗毅刚对解放军的林丹，漂亮。
漂亮，那这个球都防了回来，反而是造成这个林丹啊在这个进攻当中是着急了一些，出现了失误。大家看到罗一刚的表情啊，非常的激动。确实呢，四年来成绩呢是在1978年啊，他当时啊1998年，他当时是世界排名的第三位。姐妹啊，今天呢在这个中路上，现在罗一刚发球。出界了，谢外。又是界外球。大家看到这个林丹。哎呀，罗一刚也是想做一个湖南和江苏的天下啊！现在两个代表团各自获得了2枚羽。现在解放军林丹发球，5-12。12-5。谢曼。好球。罗一刚呢平时啊比较斯文啊，话不多啊，在比赛中很少看到他这种表情，今天呢确实他已经进了。13-5。谢曼。罗一刚发球，界内。高了，可飞孙俊，现在是第5枚金牌即将产生。第五枚是男子单打的金牌。现在湖南队的罗一刚是在决胜局以14-5领先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湖南队又将获得第3枚全运会羽毛球的金牌。小将18岁林丹发球，这种这样的球呢，林丹是比较可惜。14-5。大家看，林丹打得非常顽强。啊，罗一刚终于夺得了男子单打的第9届全国运动会男子单打的金牌，这也是湖南羽毛球队获得的第3枚羽毛球的金牌。大家看到湖南队的教练非常激动啊，冲进了场内，为罗一刚热情的拥抱啊，罗一刚也非常激动，他冲着湖南的啦啦队高声的呼喊，并亲吻自己的球拍。